情况是不太妙啊！记清楚，就他俩人，绝对不能做的。嗯，俩律师，一个法院的，你们仨不好好打官司，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 你看怎么了？哈哈，没什么，随便看的。飞哥说了，留两人看着他新娘的，其余人都过去。这谁啊？穿西装打领带的，房屋中介。哟，还别个徽章。飞哥，宗飞。 你不认识？来我这儿买东西的，我大部分都不认识。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连交钱那老头叫啥名我都不知道，更别提他案了。什么交钱的老头啊？长什么样？就长那样呗。老头还能啥样啊？这手上有个……闭嘴！飞哥，不是这仨人怎么办呢？你看我的。 飞哥，这东西吧，平时卖的不便宜，今儿就请三位免费的爽一把，不是诚心要坑你们，大家互相有个前置，省得你们出去以后乱说。来，你要扎我。 臭娘们，你他妈让我沾上毒品了！哎，救飞哥，哥，哎呀，把人给我宰了，赶紧追！追！哎，别动！南哥，别闹了啊！ 再有你这么搅和下去，我这行动报告没法写了。知道是法院的还这么嚣张，就是欠收拾。现在这个事儿会怎么样还不大好说。总之，和你妹妹以及她事务所其他律师有关的案子，你都先回避一下。是。 别想太多了，去。哎，新成，怎么了？啊？肖真怎么了？嘿，我今天算是见着狠人了。跟你比，谁都算得上狼面。
是，我就看着那帮人刚从窝里出来，我刚要给你打电话，就把我给摁那儿了。要不是有法院的同志在场，我就等着宗飞把你剁成了肉酱再说。你敢？哼，不是故意劫你的增援啊，盯了一个多月了，局面都在掌控之中。秦毅这家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，我就怕他这一着急给你帮忙，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干什么呀？朱红是属于毒品注射过量的，我哪知道？但至少看上去不像是被淹死的，只能等着晚上老何加班赶出验尸报告了。我那同学邹亮啊，据说呢也是死于毒品中毒。我刚刚听他们说，在朱红的尸体旁边有那种白色晶体状的东西，说那个东西只能吸食不能注射。那那个东西跟邹亮的那个。是同一种，来走。那东西叫灰碱，也叫冰糖，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名字，是冰毒里边的特调，药性极强，只能拿来磕。要是注射的话，正常剂量一半不到就能致死了。那这种特调毒品啊，每一批生产出来的时候，它的成分配比，那会不会有误差？我是说啊，邹亮注射的毒品和朱红注射的毒品，有没有可能通过毒物鉴定，去识别出是不是同一批灰碱？有这种可能吧？这东西又不是麦当劳，它总不能标准化生产吧？如果他们体内毒品的成分是相同的话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被害死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人是谁。带着小乔进去。爸。进去吧，放心。我找到朱红了，他死了。我想你应该不会意外。死人不能说话，但是朱红的身边还有很多能说话的活人，就比如他落脚的那地方的那个女房东，还有给他提供毒品的宗飞，他们俩都见过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死咬着不放？那家伙打我的女儿，打孩子，赌博，吸毒，这个家被他毁得七零八落，不管有没有人退一把，他迟早都是死。为什么这种人的一条烂命可以让你不惜毁掉我们一家祖孙三代？朱红不是我的当事人，他这条命到底什么价值，我不想评判。也许在你看来，他死了对于你女儿还是你的孙子都是最好的结果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就极有可能让两个不该死的人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。你是说那两个讨债的人，他们一样不是什么好人？法律上没有说过不是好人就应该去死。还有邹亮，他注射的毒品
跟朱红注射的毒品很有可能是同一种。公安迟早会通过毒物检测完成比对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我没想要害死他。那个叫什么简？灰简。宗飞只是说那东西劲儿大。他也告诉你们，那个东西只能吸食，注射会死人的。你是怎么搭上左良的呀？虽说他是我研究的同学，我很早就认识他。小时候开家长会，活活都能见到他。你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他是你之前在兵团的老战友，邝北平给买通了。就是我认识的。北平跟这事儿没关系，我跟他不常联系。真的是好战友。那行，我问下一个问题。你是怎么跟宗飞这样的人认识的呢？在西平港那边钓鱼的时候认识的，攀谈起来，他们家也是从北边迁过来的。我在兵团那会儿，他爸和他三叔就在后山的林场。那你就敢这么信任他？因为我没得选。妈，是我，朱红。你在哪儿？万平安这边，他们要弄死我，还不上钱，他们肯定饶不了我。啊！我得找地方躲一躲。你说，如果他没有死里逃生，那不是正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？可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有脸来找我。找你干什么？找我帮他。帮他什么？找死。朱红，爸，朱红，那两个人要是真想杀你，你可以直接报警啊！警察抓了他们，你还怕什么呢？那俩就是崔少的，警察抓他们没用。债主还可以找别人来催账，万一碰上比那俩更狠的，我就死定了。啊！我这次死里逃生，那笼子门撞开。你在外头吃喝嫖赌的烂账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不要再给我女儿和佳佳找麻烦。爸，我想过了。这次我没死，干脆就假装我死在关体湾了。你找个地方让我藏一藏，等过了这风头，我再想办法。啊！往哪藏啊？你一个大活人，你让我把你往哪藏啊？哎呀，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呀！你帮帮我就等于帮研究和孩子呀，爸。宗飞甚至都不知道朱红的身份，他凭什么帮你呢？因为钱。那笔抵押贷款，我一定会去查那笔贷款的资金流向的。你既然已经把钱还给了宗飞，你就不可能再拿去还账。不光是那笔贷款，
为了安置那小子，我赎回了李才，还提前对付了国债。就因为这个，你要杀了邹亮。他讹我，邝北平已经买通他，做了假的对账单据了。他讹你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着是宗飞安置的朱红。他经常在宗飞那儿买毒品，花了很多钱，让我给他报销，或者单独给他从宗飞那儿买。他之前在宗飞那儿买的都是注射用的冰毒，不是这种经过调和过的烈性毒品，你不会不知道，而且宗飞肯定告诉过你。你还把这个东西给他，就是想让他通过注射把自己毒死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同学不仅坑了你，又讹诈我，自己还吸毒，这三点大凡他不沾一样都不会死。你错了，他没有坑我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查到这一步啊？还有，我想知道，你让宗飞收留了朱红那么长时间，应该是不想让他死，可是为什么突然又把慧简给了他？因为我养不起他。爸，你给他钱了吗？之前为了安置你，我已经把所有积蓄都搭进去了。学了两个多月，你又吸毒，我又搭了7万多块，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！爸，我求求你啊，你别抱着你的棺材本了，爸。啊，我明天在这活活的，你我坐牢啊，爸！我找我老婆去，我给我老婆一个惊喜，我告诉她我还活着，我。不想让他再去祸害我女儿和佳佳。何必呢？你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。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说这些？如果你认定这些事是我干的，而公安又找到了朱红的尸体了，你就不怕我逃跑吗？公安要采取措施需要证据，要有手续，你想跑是跑不掉的。这一半天的功夫，如果你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，我劝你去自首，这是个法定量刑情节。当然了，如果严秋可以陪着你一起去，这种陪手送手效果会更好。你是我每一步都走错了，如果换做你，你能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一开始就会跟严秋还有孩子说出真相。真相？如果我把这些告诉他们，不是他们不能接受，而是你没有勇气把真相给到他们。听说王博、雷小坤那个案子被黑人的尸体找到了，不是他们直接杀害的。哦，那还是遗憾，怎么死的？哎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德智所的张正退选了。那妥了，这回没人能跟主任竞争了。是啊。别美了。要变天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按说只要是主任参选，张正哪怕只是个陪跑的，这种姿态他也要硬撑到底。现在他主动退选，如果不是他打算遁入空门的话，那就是咱们的主任这边要出事儿喽。
主任要出事儿。张正退学是为了主动避嫌，他是怕有人戳着他的脊梁骨说他趁人之危，而且两个最受关注的参选人如果其中一个人出了什么事儿，那么其他人就会拿着放大镜去查另外一个人，以退为进，几年之后这个位置还是他的。更何况主任要是真的倒了，金富还怎么跟德智争衡？你刚才急匆匆的从西滨港去哪儿了？我去见了趟严培旭。见他干嘛？周英成不是说派人监控他吗？已经派了，我就想过去跟他当面对质，看看能不能套出来邝北平在这件事情里边都做了些什么。那邝出话来了吗？没有，他嘴严得很，自己都扛下来了。这点你应该能想到吧？总归得试试吧。首先呢，现在公安机关有了充分的证据能定他，就算是我过去给他提个醒，他也有时间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儿，没准能自首呢。你这好心是对他还是对他闺女啊？什么意思啊你？你瞪我干嘛？就你那点情史，堂姐都告诉我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个问题？紧张？虽说你不会是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，但是还是希望能在北京见着你。我替被告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邹亮谢谢你，祝你能顺利通过听证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干嘛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呀？不是因为投诉和听证，这么说吧，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物证能够揪出幕后的操纵者，而且邹亮把这个东西曾经在他的外遇对象的面前展示过，可如今呢，谁都不知道在哪儿。我就一直在想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借口去他的家里头。也不一定在他家吧。怎么说？就南京那事儿，他也是有一些东西不方便藏在家里，或者交给别人代管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哥们儿愣找了一辆不在自己名下的车，把它当成了移动保险箱。拜你和肖律师找到朱红所赐，甭管王博、雷晓坤最后是不是被认定为故意杀人，这结果啊都是未遂，死刑复核大有希望。我还听说朱红的老丈人也给卷进来了，啊，指不定最后会把谁供出来的。你这算是双喜临门吧？你瞎扔什么？双喜临门可还行？大半夜的，给我拜年来了。邝北平，处境不妙，可人还在呢。你和张正后面有什么打算？我是我，他是他，
我俩肯定想的不一样啊。张正退选就是笃定你能干掉邝北平。邝北平要是没了，这盘点心就是你跟张正分，占少吃多的事儿，你该问他呀。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了，你要不要考虑来我这儿啊？你明白的。干掉邝北平，金副所就是你的。要干不掉，好好想想你该去哪儿。哎喂，小赵，怎么了？你今天跟严培旭说什么了？我跟他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家呢。是你现在自己来支队，还是要我们过去拘传你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严培旭昨天晚上独自外出，出车祸，死了。就朱红那老丈人？是意外还是？海港支队的人呢，一直都在监视他。昨天晚上也有人跟着。他走到环线路入口的时候，谁也没明白他想干什么，突然就横穿主路。被后面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运卡车给卷进去了。畏罪自杀？应该是吧。虽然没留下遗书，但是在家里头留了一张意外身故的保险。受益人是他的外孙。算是了了后事了。写遗书显得太像是自杀，保险公司很有可能拒赔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意外，没准还能给外孙留笔钱。保险单都留好了，看来是担心事发之后保险公司不会主动寻找受益人。我这高配的按摩椅舒服吧？你刚说什么？我说这按摩椅舒服啊。不是，保险公司怎么着？我是说啊，这保单要是没有交到受益人手上，受益人有可能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保险公司才不可能主动好心去找受益人赔付呢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邹亮不也一样吗？任何生前跟他有往来的机构，不管是委托关系还是雇佣关系，一来无从得知他的死讯，二来就算知道了也可以装傻，是不会主动去找邹亮的家属进行结算的，对吧？也许是吧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哥们儿愣找了一辆不在自己名下的车，把它当成了一个保险箱。金港银行的约我到江州银行见面，几个意思啊？啊，准备跳槽啊？开车。你是怎么找到了问题的？如果邹亮生前曾在金港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设立账户，他的死讯其他银行是无从知晓的，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有义务去通知家属结算清户，
今天我跟薛东去江州银行发现了邹亮在那儿开设的保管箱。发现了，你们也没有权利打开啊。我们是没有权利，但是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，邹亮的爱人可以。你的这位同学可真行啊，债台高筑都没有卖掉这十几根金条。看看结案之后能不能把这些再还给陶晴。这是什么？古董吗？上学时我见他带过，他说是他爷爷留给他的，应该是有什么纪念意义吧。这东西怎么用啊？直接就能听吗？你别告诉我，这个是锡纸包装的巧克力。哇，十足真金哎！你们是刚抢银行了吗？放下，那是物证。这个录音笔是用储存卡的吗？在这儿呢，可以用读卡器。戴上手套。你手是湿的，不会电池漏液了吧？你这位同学可真行啊！这不会损坏录音的文件吧？不好说，电池漏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氢氧化钾，有腐蚀性的。试试看吧。即便是偶有犯禁呢，那也不是非要一棍子打死。其实我不说，我想您可能都已经知道了。这次审计，我们内部可能遇到一些问题。然后可能会牵扯到一些，你别暂停啊！没暂停啊！这储存卡不会坏了吧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还能修复吗？这谁知道？还是不行。要不然，咱们先把这个交给公安吧，也许他们有技术能修复呢。那如果是硬件损坏的话？我估计也是。这怎么搞啊？交给公安听他们两个人聊天的开场白吗？那现在咱没听着后边的内容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邝伟平违法的证据啊？没有违法，邹亮会平白无故做一个假的银行单据给我？我知道你的推断有道理，但是咱们现在需要证据。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了，如果现在这个证据没有，我拿什么去扳倒邝伟平啊？说句不合适的，如果严培旭没死的话，也许公安还能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，毕竟他们有执法权，也有专业的审讯技巧。还有个办法。乔律师，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先不说我哥在这件事情里是不是应该回避，案件是海港的，我们找向阳支队帮忙算怎么回事？如果把这个东西交到海港，我就不可能再知道事情的进展。对，除了那个赵新成，再把我拘传回去做笔录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或切入点。我办法已经给过了呀，只要你哥愿意利用向阳支队的资源。不是，这不现实啊。肖律师，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就是。我现在律协见过邝北平了。他暗示肖闯在案件承办上没有遵循回避原则，支队那边的领导已经找他谈过话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又能怎样？你帮得了他吗？你会不会猜疑我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，也牵连到你的家人了。即便没有肖闯的事情，我也不可能答应你的。有些事情是底线，乔律师。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可一旦越过这条底线，你就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对吧？
喂，肖律师，听说你在西滨港遇险，还好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谢谢邝教授关心。你们这些年轻律师啊，做事儿还是要谨慎点。肖少廷有时候不管不顾，他的那些行为既危险又不一定合法。您什么意思？私自调取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被害人衣物，这类事情我建议你以后尽量少掺杂其中。您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，不过我们这个物证呢好像对您不太有利。是吗？那就让乔小婷交给公安机关好了。您打电话给我应该不会是想让我督促他吧？我有我的条件。你说。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？人多的地方我怕您不放心，没人的地方我不放心。这么谨慎啊，邝教授。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。哎，够你买很多新的手机。我拿三个条件呢。让我先听一听录音。剩下的你回去慢慢听吧。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备份？该我验货了吧？他应该是通知邝北平了。你真的觉得替他做眼线，有一天他就能光明正大的认下你这个女儿了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从你来所里应聘那天我们就知道。100万现金还有让你成为金副总，一名合伙人协议书，还附有一个事务所合伙人的决议。那你这个协议上的签名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而且我好像没有看到薛律师的签字啊。薛东和乔少廷有故，这件事情暂时不要让他知道的好。再说我和傅超还有刘昊天都已经签字了，已经是合伙人的绝对多数，决议是有效的。知道为什么我只问你要了100万吗？不是我宣布，其实你可以多要一些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数额呢应该不至于让你记恨我，而且我拎得动。姑且相信你这份协议是真的。最后一个条件怎么兑现啊？你是说肖闯吧？他真的有枉法行为吗？当然没有。如果确认他是干净的，领导不会为了这件事情和我不相干。
你猜的没错，我确实做了备份。事实上，你拿到的这个就是备份。原始载体我留了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得不交给司法机关，总得有个刑事要件的效力问题。跟您老人家合作呢，我得万分小心。因为据我所知，能和您共事的，要不然是心甘情愿的死忠，要不然就是有把柄在您手里。而我不想成为任何一种。现在，我好像有把柄在你手里啊。这您宽心，也不是多大的事儿。您想，邹亮不是您杀的，朱红也不是您害的。就算你让邹亮伪造了银行单据，又替他掩盖了渎职行为，但依我看，就算进了关，这些加在一块儿，也顶多判个三五年嘛。你以为我怕坐牢吗？你如果不怕的话，为什么一定要毁了乔少廷呢？我从来就没打算毁过他。你知道，他是我的学生，我一手把他带出来。他不念这份恩情也就罢了，这些年他一直就针对我，我只是找个机会提醒他一下而已。你都快给我跪下了，你还端着呢。你就是害怕乔少廷，因为你知道他锲而不舍，总有一天会揭穿你。你担心你的声誉，担心你的地位，你担心这一辈子在这个行业里苦心经营的关系网瞬间毁于一旦，你更害怕坐牢。从法学泰斗到阶下囚，这个落差会让你感觉到耻辱和恐惧。而乔少廷是有可能将这一切变成现实的人。这次只不过是他运气好，老爷也是多此一举，把那个姓邹的小子给要死了。要我说，邹亮的事情你就不该告诉严培旭。你说错了，是老严来找的我。所以严培旭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纰漏，是你发现了他的纰漏，加上邹亮有渎职行为，然后就被你抓住了把柄。邹亮，那只是凑巧而已。就算没这个小子，只要我想，乔少廷绝对拿不到银行真实的单据。不管怎么说，严培旭女婿诈死，让你有了可以坑乔少廷的机会。老严的事儿，我不可能不管。我知道你们是兵团战友，我们俩是过命的交情，厂房倒塌了，滚烫的锅炉朝我砸过来，老严扑过来，把我压在身下，我捡了一条命。可是老严的身二度受伤，对，在你们看来，我虚伪，我阴暗，我让邹亮制造伪证，我变相协助朱红诈死。我一直想把乔少廷驱逐出这个行业，可我不是冷血动物，我有我的为人做事的原则，我有我要保护的人和东西。在金港，我才代表这个行业的规则。我不管你和乔少廷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我也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亏心事，这些我都不了解。不得不说，我今天确实有一点被你感动了。如果你们没有害死邹亮的话，我们害死了邹亮，开什么玩笑？邹亮、朱红，还有那个王博、雷小坤，他们是什么玩意儿？吸毒的赌棍，涉黑的流氓无赖。他们就像蛀虫一样侵蚀我们这个社会，他们自甘堕落，连粪土都不如，死不足惜。
就算是坏人，哪怕是你，也有权利得到公平。王北平，跟我们回警局聊聊吧。我有什么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吗？我让你都亮剑到尾灯。我变相的协助朱红诈死，我一直想把乔少卿驱逐出这个行业。你别看我，你搜过了，我身上没有窃听设备的。还回来吧。这个钱是你在金港银行取的吧？大笔提现呢，是需要预约的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公平。没错，相对公平。猜的没错，他拿那个什么东西在我身上绕了一整圈，幸亏你和赵星辰说懂事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拿到了邹亮和你的录音？是之前他跟我提过，他可能想用这个事儿来要挟我。邝北平能答应对吗？在你想好那三个条件之前。那些条件呢，虽然有点贪心，但是并不过分。这条件动过心吗？傻子才不动心呢，说的时候可爽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帮我呀？动心归动心，总觉得实操起来风险太大了。虽然你跟我一起把邝北平送进去了，可是以后在外面你得罪的人可就多了去了。哎，这个我权衡过，我如果得罪了你，等于也得罪了一票狠人，那肯定扳倒邝北平更划算呀，看起来也更正。我还以为你是念及伙伴情谊呢。你要这么想也行，毕竟曾经我真的挺崇拜你的。王者归来，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不是得重审啊？在公安给出最终结果之前，我还是以你们的辩护意见作为参考吧。这个案子确实牵扯出很多事情，我们就是盼望法院能够秉承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。哎喂，乔律师，我是武万，记得吗？借你钱那个。哦，我记得记得。我借您的钱不是还没到还款时间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现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北京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啥时候回啊？我今天下午2点的飞机，应该5点多到。得嘞，那机场见啊。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出差吗？嗯。感觉怎么样？有点冷。还好吧，可能是你不太适应北方的气候。我小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你是不觉得害怕吗？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，仙人球长满了刺，伸手就抓。伤口流着血，还嘻嘻哈哈的。因为我的身体不会告诉我什么是危险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害怕。
我以前试着拿刀划自己，一刀下去没什么感觉，我就再划一刀。等血凝固了，就再划一刀。血越流越多，我开始觉得自己的手指慢慢的发冷。我才意识到，对我而言，冷才是危险的信号。在害怕什么？薛东一开始找到我，开出条件让我去德士所帮你，但是我不知道这后边还有张主任。这算不上一个恶毒的阴谋，就算有个人利益掺杂在里面，但发心是好的。再说了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一直到最后，我都站在你这边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知道，只是我不知道自己选错了没有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铲除了邝北平，在京港这个行业从此就是金福和德智的天下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的那两个校友的天下。这个局面有我一开始就知道的，也有我没看透的。乔律师一开始是都不知道的，还是全知道？我当时并没想那么多，但是你说的没错，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局面。站在行业塔尖上的到底是邝北平还是张正？真的区别有这么大吗？会好一些吧。说句自大的话啊，只要有我在，张正不管怎么说也会收敛一点。和张正不一样，你是个温暖的人。但是乔律师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牵制他的话，总有一天他也会容不下你的。但他要是敢，我就和你一起干掉他。行了，乔律，咱俩两清。两清了？啊，我不跟你借了，你哥们儿替你还了。我哥们儿连本带息。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我还真没问。他长什么样啊？戴个眼镜，挺不招人待见那样的。哦，你说韩冰吧？那他除了替我还清之外，他还说了什么吗？他还说他和你一样，不喜欢欠人情。哦，对了，你好像真的误会他。走了，这多危险啊！到处都是车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幸亏你劝我悬崖勒马，韩律师呢又有那么一点讲究。所以你的车赎回来了。但是现在有个涉及到命运抉择的问题需要选择。箱子你不拿了吗？